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例子。对，小时候也很胖啊，然后后来长高，大了之后就就变瘦了。男生哦、喔，小五吧，小四小五那很早哎、欸。对啊，因为男生都比较一般，会比女生还要晚发育，就是要要要,要睡好，睡好不要有压力啊，诶，吃要正常，好像补钙吧，还是什么喝牛奶，还是打篮球之类的，对。 乐活医学堂，台湾好健康。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辐射医院护理长吴婉桦。今天要来跟各位观众谈的是儿童的健康成长。孩子是我们的宝贝，每一位父母最关注、最在意的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时常我们会问自己：我的孩子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矮，身高不够，或者是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过胖，甚至是怎么这么瘦都吃不胖呢？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会登短廊？那么今天很高兴要来为我们解惑的专家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小儿遗传科主任杨成医师，欢迎杨医师。嗨，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小儿科杨成医师。那我的专长呢是在遗传科、代谢科还有内分泌科。好的，谢谢主任。呃，主任，我们想要问一下，既然提到生长发育，其实一定会提到身高体重这个部分。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可以来评估跟追踪小孩的一个发育状况呢？ 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们大部分的家长哈，大部分都会看不懂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图，也就是说，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小孩就跟呃邻居啦或者同学去比较，说，哎，我是不是有比较矮或者是比较胖？那事实上，我常呃一定要家长学会看呃我们的曲线图。那这个曲线图呢，其实在我们的手册或者是我们的一般儿科门诊其实都会有。那通常一边呢是我们的这个身高。 好，这个曲线图。那么另另外一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呃体呃曲线图。那我们的小朋友呢，其实我们不能真的不能跟别人比，<對>也不能说哎、欸、我看起来他比较矮小，那不对。我们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那但是呢，我们的身高其实是遗传来的，<對>也就是说我们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嗯、呃这个遗传决定我们的身高。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公式哈，去看呃我们的小朋友的身高大概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 才有办法去看这个曲线图，我们才能够去比较我们的小孩子是不是真的比别人的矮，或者是跟自己比是怎么样一回事。那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哈，我们的男生哈，他的身高，也就是说他最基本的身高，也就是说他遗传的身高，必须是爸爸妈妈的身高加十一再除以二。那这个就是这个男生，你们家里面这个男生最基本的身高了。可是我们有一个正负七点五，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 如果假设好，我们遗传给我们的身高是一七零，那么这个男生呢，他至少可以长到一七七点五的意思。但是呢，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就负了七点五，所以就有这样子一个正负七点五公分。那我们的女生呢，就是爸爸妈妈的身高减十一再除以二，那这个一样的道理是正负六公分。 假设这个女生呢，我们算起来她的遗传的身高是一百五十六，那么她至少可以长到一六二，好，也就是说加六公分。但是呢，一个不小心啊，就扣掉六公分。所以其实我们啊、呃，看完这个遗传的这个身高以外呢，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小朋友的体重，因为小朋友的肥胖其实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身高。<對 S 1> 那但是呢，我们小朋友 BMI 跟大人不一样，就判判读不一样。 但是呢，公式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有肥，呃，就是肥胖或者是过瘦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一定要看我们正式的这个曲线图来分析<对>这个小朋友他有没有办法拿到父母亲给他的这个遗传的身高。那这个呢，我们举个例子哈，其实这是一个标准的家庭，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公式算起来的话，呃，父母亲给他的身高呢，其实他是位在我们的这个百分之五十，哈，也就是说他以后的这个身高，这个男生这个身高。 一定会可以涨到一百六十八点五，在五十个百分位。那么他现在十岁一百三十六公分的话，那事实上他刚刚好就是拿到爸爸妈妈遗传给他的这个身高这个曲线图。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小朋友目前的身高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他的这个体重是不是有过胖的这个情况，嗯、也就是说他的体重。 或者是他的 BMI 一定还是位在这个五十个百分位，这样子这个小朋友才是正常的。那再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哈，另外一种呃小朋友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样标准身材哦，可是爸爸妈妈给他这个是女生哈，我们圆圈圈代表女生。那这个身高呢，我们可以看到爸爸妈妈遗传给她身高也是五十个百分位，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小朋友十岁，一百四十五公分，她是前。 三名对不对？对他的身高已经呃在前面了。那我们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很开心，因为觉得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哎怎么长这么好，哦、么好那么他以后可能会长更高。事实上不对，因为这些小朋友呢，他可能会体重过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强调我们的身高还有我们的体重好，我们的一定要跟着我们这样的曲线走。那么假设你看到这样子的小朋友十岁一百四十公分，哎，他的身高往前面走了，那么可能我们一定会担心。 他是是有肥胖或者是这个性早熟的状况哈。那再来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情形，也就是说，一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家庭哈。那这个男生呢，爸爸妈妈遗传给他身高一样是一百六十九点呃一百六十九点五哦，在五十个百分位。可是有没有发现，他现在十岁，一百二十八公分，不管他跟他自己比。 跟他自己比，就是跟他父母亲遗传给他身高比，或者是他跟一般的邻居，或者是呃他自己的同学比，其实他还是偏矮的。嗯、那但是呢，他在我们的这个正常分布法里面，他是正常的，<对>因为他没有低于三个百分位，对不对？嗯、他也没有大于九十七个百分位。那这些小朋友，我们都认为说，哎，你是也正常。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说，其实他是慢了，因为他跟遗传的身高来说，差了一段距离。所以这些小朋友，其实我。 我们有时候会称为这个体质比较迟缓一点。那这些小朋友，我们反而是要教育他怎么样去拿到我们的父母亲给他遗传的这个身高。好，这是最后一个，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我们还有低于三个百分位的。看哦，这个是爸爸妈妈遗传给他身高这么的好，也就是说在五十个百分位。可是呢，他现在的身高十岁一百二十二公分，有没有低于三个百分位？ 所以它完全低于我们的一般的正常的分布法。那么这些小朋友呢，其实我们就。 定义上面来说，它就绝对是身材矮小。嗯、<哼>所以纵观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图，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要评估一个小朋友哈，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比较矮小的问题、肥胖的问题。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图表去分析，嗯、<哼>而且每個位家长一定要学会去看这样的曲线图，我们才知道他们家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小朋友有发生了什么问题。嗯、好的，主任，想要这边请问一下。 呃，十岁是您举的例子吗？那一般对于家长有没有建议，要从几岁的时候开始去注意这个发育的状况？啊，其实我们的小朋友的成长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这个并非一个例子，只是教家长怎么样去看这样一个曲线图。我们的横轴，我们的横轴就是我们的年龄，我们的纵轴就是我们的身高。那假设是体重的话，就横轴一样是我们的年龄，那我们纵轴是我们的。 呃，这个体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假设呃，以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来说，六岁，好，我举这个例子好了。哦，我们这个这边小朋友横轴是七岁，那么他的身高假设是不到一零一一零。 啊，不到一零，它是低于三个百分位的。那么这些小朋友，很多家长这个时候才带来看。<對>那事实上是不是代表他在七岁以前，他的身高是更矮的，嗯、<哼>而且更不符合我们的遗传给他身高？所以在六岁以前，是不是你就必须要去评估这个小朋友他的营养很不好，嗯、<哼>或者是为什么没有做到这样子的身高？所以其实我们小朋友的这个评估，呃，身高不管我们的是矮小了，或者是我们的肥胖，是跟年龄没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 非常注重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图，<對>嗯、你会看这个曲线图其实你就发现这个小朋友其实是有问题的。那么那个时候就随时一定要评估了。嗯、<哼 S 1> 对，好的，谢谢主任。嗯、那主任，呃，除了这个生长迟滞的关系，还有就是呃性早熟也会让我们的身高比较矮小之外，肥胖好像也是我们呃长不高的一个危险因子。那针对肥胖的部分，主任可不可以再为我们多做一点说明？ 我们现在说营养其实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多，是过剩。好，那我们的小朋友是大部分都是不均衡。那我们也知道说，常常会呃，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家长都会说，哎、欸，小朋友你不能喝饮料。可是为什么喝饮料呃对这个小朋友伤害这么大？其实问题会出在这里。 因为当我们一杯饮料喝下去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碳水化合物和甜的东西，那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个作用，一连串的这个作用，我们的胰岛素马上就会上升，因为它要呃帮我们代谢我们这样的糖分。那当我们这个胰岛素上升的时候，它会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我们脂肪燃烧就变少了，那我们脂肪合成增加，其实这两个动作加总起来就变成我们的肥胖。所以其实我们喝。 常常喝这样的饮料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肥胖了之后呢，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产生我们的一些女性荷尔蒙。嗯 那这些女性荷尔蒙它会对我们的这个骨龄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让我们骨头的这个年龄，就所谓的呃生长板会提早会去关闭。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肥胖，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有这些女性荷尔蒙会过多。其实，我们这个女性荷尔蒙是我们骨龄的天敌，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里面储存过多的时候，我们这些生长板它就会提早关闭，因为我们的身高完全是让我们的骨头。 堆积而成的，<对>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呃生长板提早关闭了，当然我们就长不高。可是问题来了，嗯、我们的这个每个小朋友。 一定有他的骨龄嘛？我们刚才提到，<是>那我们的男生呢，骨龄只能长到十六岁。嗯，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六岁的这样子的一个生长板，哈，他完全所谓的滚着生长板已经关闭了，这个时候他是没办法再长高的。那我们一个六岁的这个骨龄，我们看起来就是，呃，如果用这个画面去看，我们就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好，他的生长板，哈，完完全还没有闭合。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把握这十年的时？

好，让我们的小朋友不肥胖，他是是不是就不储存过多的这个女性荷尔蒙，他的生长板就不会受呃这个影响，就提早关闭。嗯、<哼>我们的女生只能长到十四岁，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呃这个十四岁呃这个女生这个生长板其实跟我们十六男生的这个十六岁是一样的，嗯、完全密合了。那我们的女生是十二岁的骨龄，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长板其实还是打开的。嗯、<哼>那我们的女生其实最好把握的法，是这,这两年。 的时间，可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啊，肥胖跟性早熟有什么关系？嗯、其实当我们肥胖的时候，我们的女性荷尔蒙会储存，对，那我们的女生就会提早来月经。嗯，所以当我们一个女生她在十二岁以前她就来月经了，那么她这个生长板其实她是提早关闭的，嗯、那么她这两年当中她长的公分数其实非常少，麼那么也会影响到她的这个身高呀、嗯嗯嗯。好的，谢谢主任，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 嗯，相信各位家长已经了解了怎么善用这样的一个评估工具去判断小朋友的身高体重。那么下半段节目回来，我们会直接从什么叫做性早熟来切入这个主题。我们待会见。欢迎回到乐活医学堂，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提到了肥胖与身高之间的关系，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讲的就是性早熟的部分。这边要麻烦杨医师教一下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家长们如何去评估孩子有没有性早熟的问题。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很多家长都会认为说，诶、欸，这个女生可能她会提早来月经，或者是男生呃，他变声。可是在这两个哈，就是一个来月经，一个变声，在这。 之前其实他们已经牺牲到他们的身高了，对，所以我非常的呃这个注重小朋友这个成长。那我通常会教呃这个家长怎么样去评估这个小朋友有没有性早熟的现象呢？那么呃才来得及去挽救他们这样的身高或者健康。我们一般来说是指女生哈，在八岁以前出现第二性征，那男生呢在九岁以前出现第二性征。可是这样子看起来，哎，第二性征到底是什么哈？只是我们男生女生有别哈？我们的女孩子的。 所谓的第二性征是我们的乳房，好，所以当我们在八岁以前，你发现你家里面的那个小女生啊，乳房有发育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带来呃这个呃就医了，或者是给医师评估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女生其实她会比较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女生穿薄一点的衣服啦，或者游泳啦，家里面去活动，她可能看到。可是男生呢，我们的第二性征其实是睾丸开始长大。 那我们家里面的小朋友，我们不太会去随时去看他的睾丸，<对>所以也不知道他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大小。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男生，真的要等到他变身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他是不是太早熟了？所以反而男生是比较要注意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也会呃，这个请家长哈、哦，一定要注意小朋友他的这个发育。可是你真的不会去看他睾丸有多大，我们要怎么样评估他是不是真的开始可能有性早熟？嗯、<哼>也就是说，他一年的数。 度哦，成长的速度突然间长快了。对，我们正常的情况底下，大概一年哈，一年大概六公分。所以，他每个学期我都会教家长哈去评估，说你在学校的成绩单哈，大概是六个月哈一个学期。 平均一定要长三到四公分，哎，突然间这个学期他长了八公分，那表示他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性早熟这个现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评估这个男生他的睾丸是不是有变大，所以我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评估。 那当然，我们评估完之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呃性早熟，还有我们的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高。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教这些小呃妈妈或者是小朋友，怎么样去注重我们的这个营养的均衡。为什么呢？我们的身高是骨龄堆积而成的，<對 S 1> 那就看我们的身高其实我们的骨头。 那这些假设我们这个小朋友哈，他的一个营养不均衡的时候，那事实上呃，我们的虽然我们有生长激素出来了，那我们开始作用在我们的骨头，那我们的骨头这些软骨细胞分化的越好，那当我们的骨头长得就越健康越好。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呃微量金属，还有呢我们的优质蛋白质。那么营养均衡非常好的情况底下，我们的这个肝脏才会。 分泌这个生长因子，那么我们的细胞分化才会分化得很好。分化好了，我们的骨头当然就长好，我们就会长高。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其实比较好缺乏的是这个营养的这个部分。那为什么呢？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的小朋友其实大部分是喝饮料。对。还有一个给家长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餐与餐之间，哈，绝对不能吃东西。嗯。 哦，小朋友一定要饿，好，我们常说一定有饿的感觉，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这个生长激素才会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饥饿这个荷尔蒙，哈，会出来。那出来之后呢，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脑下垂体这边，好，告诉我们，哈，这个下气球这个部分告诉我们说，哎，你赶快要吃东西咯因为你现在肚子很饿了。那么，当他吃的东西下去之后呢？ 我们的进食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饥饿荷尔蒙就会降低了。可是这个饥饿荷尔蒙很重要，它会让我们的脑下垂体分泌我们的生长激素出来的。所以当你饿的时候，不要马上吃甜的东西。当我们一次下去，哎，马上不饿了，那么我们马上这些的荷尔蒙就变少，我们的生长激素就变少，我们的生长激素没有出来，我们的成长就不会长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 一直强调哈，小朋友，你一定吃饱了，早餐一定要吃得很好，营养均衡嘛。那我们中餐一样照这个时间吃，晚餐也是。可是，在餐与餐之间，绝对不要去碰这些饮料啊，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的机转，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长柱才会出来。我们的小朋友这个骨头就加上我们的营养，我们才会长得很好一些呀、嗯。那既然提到营养这么的重要。 那么，能不能针对营养的部分，我们家长要如何去把握这些关键，再多做一点说明？呃，是的，其实我们大，我们刚才有提到哈，我们呃每个呃小朋友都要。 这样子吃，可事实上我们大部分都是双性家庭，或者是我们大营养午餐在学校吃的，所以量其实来说可能会不太够，所以我会建议这个爸爸妈妈在呃这个晚上或者是礼拜礼拜天的时候要多呃补充这样子的这些营养的东西。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一定要呃就是很简单的哈，就是呃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呃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生长激素哈都是在我们晚上哈九点哈到零。 凌晨三点的时候分泌，所以每个小朋友都非常的建议哈，一定要九点以前要睡觉。那有时候我会呃提议这个家长说，如果是国小学生啊，功课没那么多，那么我们九点以前一定要睡觉。那当然到国中可能会呃这个功课比较多，那么可能十点，但是。 呃，不要超过十一点哈，我们大家九点到十点前一定要睡觉。那么他睡觉完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生长激素会分泌的很好，那么对于我们的成长是呃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当我们生长激素分泌出来，我们刚刚也提到营养很均衡啦，那我们的骨头就会成长，对不对？對其实我们需要这些钙质的东西，嗯、我们会建议小朋友有时候会摄取一些不同颜色这样子的这些青菜。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会建议刚刚也提到，每天小朋友一定要至少要一一杯到两杯的牛。 奶，奶好五百 cc 牛奶，可是呢，我们这个钙。 哦、呃，这个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呢，我们要吸收，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皮肤去合成我们的维他命 D，、嗯、所以我们每天还是建议小朋友至少要户外活动至少十到二十分钟，嗯、那么他才会摄取到这样子的这些营养呢，才会开始吸收。那我们呃也会呃建议小朋友哈，多摄取这样子的一些食物。那我知道很多台湾的家庭可能不吃牛肉啦啊，但其他的东西其他它呃富含这个微量金属锌的成分也很多的。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优质蛋白质，其实我们优质蛋白质对我们的小朋友成长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优质蛋白质，它没办法让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合成我们要的东西。所以，我通常都会叫呃所谓的鱼、蛋、肉、豆类，哈，这个都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其他饮食建议的部分，再麻烦杨医师。好，那呃，刚才呃有提到了哈，我们除了吃到均衡营养以外。 要强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小朋友一定要有让他有饿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餐与餐之间，哈，在我们的这个呃小朋友。 绝对不要再去碰这些油炸的跟甜食。可是我们台湾的饮食文化哈，其实还蛮多见的。也就是说，每个小朋友因为他呃下课了，可能又离吃晚餐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他们都会去买一些盐酥鸡啦，或者是珍珠奶茶啦哈，这些去呃食用。那其实这个是绝对不要的，因为我们只要喝了这些饮料，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哈，喝了饮料我们变胖，胖了我们生长激素作用不好，那么我们要容易是。 早熟哈，会储存我们的这个女性荷尔蒙。那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的，诶，肚子一饿，吃的东西，我们的生长激素也不分泌给我们了。嗯、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再来就是我们的运动，<对>我们大部分的小朋友都缺乏运动，所以我会鼓励每个小朋友每天至少要运动三十分钟。好，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其实我们的生长激素也会出来，嗯、跳绳。 这些小朋友哈，呃，这个呃跳绳其实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必须要抬头挺胸。那同时，这个五百下其实有时候大概花个十分钟，我们就跳完了。嗯、谢谢主任。那呃，相信有一些家长、有些长辈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欸，小孩子看起来肉肉的、圆嘟嘟的，没有关系，反正长大了可能到青春期。 自然而然就会变瘦了，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大部分的家长真的有这个迷思，吼，然后会觉得说小时候矮没呃不是矮，哈，小时候高，哈，就呃就会长得很高，小时候胖不是胖，可是错，好，因为我的观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小时候矮不是矮，其实 刚才回到我们刚才说，可能他小时候的，我们刚才提到哈，他的身高可能会比别比他自己父母亲遗传给他身高来的矮一些。可是呢，我们注注意到这些条件什么条件？早睡，嗯，多运动，那么营养均衡，对，那么他他长回去了哈。但是呢，小时候高不是高，为什么？就是所谓的性早熟。 好，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刚才有提到他歲，他十岁，他一百四十五公分了，他可能很高，我们爸爸妈妈都觉得很开心，觉得很高。事实上，他是可能是性早熟，嗯、那性早熟他的骨龄呢就提早关闭，<對>所以他到最后呢是班上他最矮的那个。所以我会强调，小时候高其实不是高，嗯、<哼>那很多的呃老人家都会认为说小朋友啊长胖。 才可以抽高，就是呃，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哈。我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小朋友变胖的时候，他會有什么状况？我们刚才提到他的女性荷尔蒙会储存，那么他可能会生长激素分泌的也不足，那么他长得更不好。所以小时候胖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身高。嗯、谢谢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要把握孩子的成长关键，就是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以及规律的运动。 那么，我们今天的乐活医学堂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